走走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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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走
经理，多划算呐！你懂什么呀？小英，这是我专门给你买的，我说话能做数啊。这是什么呀？把那个破翡翠给我拿出来！你要干什么？不给！拿出来！我不给！不允许他三心二意。帝云生前待你不薄，他现在人已经死了，你还容不下他？你要明白，我已经给你明白了，我也一样要个明白。你是我的女人，我在女人心里头就不允许装着别的男人，死了也一样，知道吗？你到底跟帝云有什么过不去的？再敢提他一个字，我就让你到阴曹地府去找他。好，那你就送我上路吧。怎么，你以为我不敢吗？连死都要跟着他，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我撞死你！求求德官，我也就回来，别管你这闲事儿啊！我也干净。找死！今天老子是煞费苦心的讨好你，可你心里压根就没有我。我的，我这是时时刻刻提醒你，你姓曲，你生是曲家人，死是曲家鬼。